两位护士同时做护理，感谢。今天先吸氧气和雾化，水还没开始掉。喝冰有大哥看大赛。病友听不懂我们老家话，听得云里雾里的。正式下床锻炼了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自己走了的，你看，那你们看牛安，今天他可以自己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还是要站在边上看着他一下。今天他看自己走了，我现在手松开了，妹子啊。